这四个小子都是待业青年，在家里看完黄色录像，出去逮了个女孩，轮奸。其中一个叫林子，是被害人的弟弟。妈的，一群败类！调查结果，马有文和庞天禄是主犯，那个林子和孙兵是从犯。好了好了，你别说了，这案子听起来让人恶心。哎，以后这种案子别让我办，也别让我知道，受不了。佩佩，在问讯室呢，想看看他吗？我不去了，我是想来跟你告个别，你是个好人。你是打算？我打算去南方打工，我原来在这儿也没什么亲人，现在更是没有了。兰姐，你们要好好教育他，但是你们千万不要打他，他从小就害羞。哦，还有，你们把这个给他，他在外边也没什么钱，从小到大就没给他买过几件像样的衣服。姐给你的，让你留在监狱里穿。我不要。大姐，我是你。哎，你出来了啊？本来还要关的，可他们说是你们帮了我，我想表示一下。哎，千万别，你这么做可是太没必要了，方向明。不过你今后可真得学得吃点苦了，能吃苦的男人才是好男人。反正在今后的道路当中，你得不断地学会承受各种打击和压力，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，明白吗？大姐，我记住了。哎，让一下。大姐，您怎么了？没什么呀。
跟上小蚊子去抓那个吸粉的，我们去抓那个麦主。嗯。过瘾呢，警察。嗯。跑？跑得了吗你？走。走。耍什么赖？吃。哭个屁啊你！早干嘛去了？走。小蚊子说花姐的歌厅又出事了，怎么办？那你先去，我等张吧。这儿处理完了，我去找你吧。好，交给你了。女的还有口气儿，叫救护车了吗？嗯，周科已经通知急救中心了，现场控制起来了。嗯，不过现在有点奇怪，一个目击者都没有。砍死俩人呢，男的已经死了，法医已经做出死亡鉴定了，女的现在在医院抢救呢，我现在就到医院去接替周克。既然还在案发现场，那些小姐啊全都装傻充愣的。这儿的歌厅老板我认识啊。老板，老板到现在还没露面呢。行，那我看看。再见啊。我再说一遍啊，刚才事发的时候你们都在干什么？林丽，我不是刚才跟您说过了吗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记得案发的时候我去取可乐来着。你胡说八道，刚才还说取雪碧。这取雪碧跟取可乐不是一回事儿吗？我当时累得要命，我也不清楚了。谁能证明啊？哦，他们都能给我证明，真的。哎，你们说呀，快跟我说说。警察大姐，你要相信我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你不能也怀疑我，我是杀人犯吧？你不是什么都没看见吗？嗯，你怎么知道杀人了？谁跟你说的？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，我没看见，我什么都没看见，我想不起来了。我
你们几个呢？当时我和吴娜在门口站着，就看见许多客人呼呼的往外跑，我也没看见。到底看见没有？屋子里很乱，我也看不清楚。你说你编瞎话都不会编，这么大一歌厅，平时小姐姐一堆一堆的啊，出了事儿一个都没有了，可能吗？琳琳，你是领班，说说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保证，他们真的都不在。我告诉你们啊，人命关天，要是知情不报，一旦查出来，按包皮寸论处。你有话好好说，你干嘛呢？发那么大脾气？一个一个都怕沾包，怎么就没点正义感啊？哼，这倒也是。哎，季兰，哎，算了吧。怎么了？有事瞒着我？哎，你说你这人吞吞吐吐的干嘛呢？真讨厌。昨天我跟张旺去抓那批毒贩子，其中有一个人，你我，咱俩都认识，1120大案，给咱们做过证，立过功的，林中和。这个林中和怎么回事啊？还有救吗？大曾，能不能跟吴局长说一下，让他安排一下，办个手续，我想去看看他。到底是女人，心软。讨厌，乖。喂。小蚊子啊，啊，我是说，我跟护士长都说了，他是婆婆杀人案的唯一线索。护士长说，现在存活的希望只有5%。对，现在医生正在抢救呢，看是没什么戏了。大曾，要不然我们，我听着呢。是。怎么样？大曾说了，哪怕是有0.1%的希望，也得坚持到底。季兰，你们对不住我，尤其是你。你欠我的情，你一辈子都还不清。你胡说什么？你别忘了，你现在是个贩毒嫌疑人。
不错。局长下令限期破案，这么大一歌厅当众砍死两个大活人，竟然没有出来作证的。哎，你说现金这事儿怎么回事？以前是老百姓保护八路军，现在成了保护杀人犯了。我看现在这事儿也不能都怨老百姓。为什么不敢出头啊？皮裤套棉裤必定有缘故啊。我认为我们的法律对见义勇为的人保护的还不够。小芬子，扯远了啊。我也有同感啊。哎，老唐，你知道季兰干嘛去了吗？不知道。哎，你们知道吗？都不知道吧？季兰上看守所去看我们原来的一个证人，这个证人在我们最关键的时刻帮助过我们，后来没照应好，现在又犯案了，这回命都保不住了。就是因为我给你们做了证人，他们找了三个家伙找我算账，可都带着家伙呢，刀子、绳子，我不反抗，那就是个死。我不动菜刀行吗？我砍死一个，砍伤了两个，明明是正当防卫，哎，他们却判了我一个过失杀人，防卫过当。当时不是还没有新刑法呢吗？现在有了又怎么样？对我来说还有什么用？不管怎么说，你也不应该越狱逃跑，你应该再等一等啊。等什么？你是让我在这等死啊？季兰，凭良心说，我是坏人吗？别人不了解我，你不了解我吗？就因为我给你们公安局做了证人，你就眼看着我这么一步步完蛋吗？季兰，你不在乎，我在乎。咱们俩可是从小学到中学的同桌啊。林中和，同桌怎么了？同桌我就能管你一辈子，就能管你越狱逃跑、赌博抢劫吗？就能管你吸毒贩毒犯死罪吗？你以为我愿走这条路吗？哟，少见了，曾哥。段老板，有事儿，我找你帮个忙。还是那样子吧。你们这小姐够呛啊，不说实话。他们不说，我有什么办法？胖子，你是老板。我是老板，我也不能逼他们说呀。你逼他们干那些事还少啊？哎，曾哥，这玩笑可开不得。不是我不给你面子，就我这地方，要让人乱砸一通，我受得了吗？说心里话，我哪敢招惹那帮人呢？你不招他们就不惹你了，这不在你这杀人了吗？胖子，该举报得举报啊。不是不举报，是不敢呢。都是十七八岁小姑娘，真要是出点什么事儿，我怎么跟他们父母交代呀？坏人不抓，早晚还得出事儿啊。坏人没个完，要不然要你们警察干什么呀？呵，逗格子啊。你是个明白人，面子给不给，事情办不办，全看你自己。我今天一人来可是给你面子了。可小姐们不说，我有什么办法？行，扛着。哎，曾哥，那我试试。
可不试试，又没让你干别的呀。我听你信儿啊。得，那您慢走，走好啊。彻底绝望了。这就是说，最后线索也完了。我光指他还行啊。那祝你成功。谢谢。哎哎哎，听着听着听着，哎，坐下坐下。这么大的案子，两天了，一点线索没有，没法交代啊。一帮老手干的。痕迹都给处理干净了，痕迹处理得大半天吧，愣没人看见。我不信，陆房有没有见过？都说没看见，没实话。功夫下的不够。文子，哎，小文子，那女的醒了吗？你看她那模样，像报喜的样吗？好了，赶紧找线索，不吃不喝也得如期破案。我有个办法，说，只要能使点招数，准能让那个小姐开口。哎，小蚊子，你看我干嘛？我说玲玲，嗯，就这么点小事儿，你还跟我保密呢？不是我不跟你说，是我们老板他不让说。你们老板胆也真够小的。可不就是吗？得罪了那帮人，早晚歌厅得挨砸。你们不在乎，我们的饭碗可就没。他们敢，哎，你要是知道就告诉我一个人，咱俩谁跟谁啊。呵，你跟我说这个，我就算知道啊，我也不告诉你。那这么说你知道了？我有一个条件啊。你说。在大饭店给我介绍一个工作。没问题。不行，那帮人势力太大了，我真的很害怕。老大没吃饭了啊。哎，季兰回来了。怎么这么累了？这样吧，我把饭菜打回来，你别去食堂啊。我不饿，老唐。林中和的事儿大仓跟你说过吗？也没多说。哎，是不是刚捕的那个贩毒嫌犯啊？我去看守所见过他，心里怪不好受的。他是咱们1120大案的证人。以前的事儿我来组时间不长，以前的情况也知道一些。他原来是个正派人，可是后来。老汤，咱能不能跟局领导打个报告，让他们跟法院和检察院说一下，最起码争取个从轻处理吧。这报告就不用写了吧，我想大家都知道以法律办事。林中和是帮过咱们大案六组的人，说实话他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，咱们有责任。哎，责任的事儿咱可不能瞎揽啊。这怎么是瞎揽呢？没有他1120大案根本破不了。这倒好，咱们现在功也立了，奖也发了，把他弄成这个地步，不帮一把说得过去吗？做人总得讲点良心吧。是啊，人得讲良心。可这报告怎么写，你得容我琢磨琢磨吧。啊，好，还没来。干歌厅的有几个说话有准的呀？最好是一个人。我们有纪律，办这种事不能一个人。这位小姐，我跟曾哥是朋友，
以后要是有什么事儿，你们可多关照我啊。大曾最仗义了。我不是说他，我是说啊，你说我呀、啊？那你就把心放到底吧，这方面我是他老师。胖子，说正事。我打听清楚了，是关乡老四带人干的。为了什么呀？听说是为郑一小姐。长什么样？那当然很漂亮了，我们那儿小姐个个都漂亮。大曾问的是关乡老四。啊，老四啊，老四本人我没见过，但是听说三十多岁，特别壮。几个人呢？反正好几个。昨天晚上老四派人来找我，问我向不向你们举报，并且还威胁我。甭怕他，您是不怕，我可有点怕。昨天晚上回家跟老婆一商量，基本说还是跟你们说一声好。你放心吧，有我在这儿呢，就前面停车吧。行，那这事儿曾哥你们几个可多关照啊。嗯，好。哎，好嘞，谢谢了啊。嗯，先挂了。你也别说，就我这魅力不怎么样吧，还真没几个人能挡得住。我怎么没看出来啊？没看出来啊？我这两句小话一递，小眼神一勾，啪嚓，这线索出来了。我怎么感觉是在跟一个色情间谍讲话呢？这话我可不爱听，这叫人缘，懂吗？聊什么呢？这么热闹，回来吧。已经问出来了，是关乡老四。行啊，有认识关乡老四本人的吗？那还有错，亲眼所见。老汤，人要真抓住了，给周哥记头功。行，没问题。那小刀露面了，这得赶快。抄家伙！哟，季来，你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啊？找你帮个忙。先聊着吧。结婚还是离婚啊？贩毒。贩毒？谁啊？一个朋友。你的朋友？贩毒好啊，这样律师费肯定不会少。他一分钱也没有，诉讼费用由我出。这可不是一个一般的朋友，说吧，到底是谁？经理，你知道那帮人是不能够得罪的，我真的很害怕，我不知道该。林丽，你相信我吗？我们会保证你的绝对安全。林丽，就你一人认识他，万一抓错了人，可不行啊。林丽，既然答应，还是去吧。曾哥，全交给您了，万一出点什么事儿，我可没法跟他父母交代。嗯。我会跟他形影不离的，等病人结束以后，我保证他安全返回。嗯哼，这关键时刻，哥们还是不如姐们啊。那家伙手里有枪，估计你把他都包围了。
吓的，再吓出病来，以后连对象都找不着了。小船啊，我是刑警大队的，情况怎么样？现在已经堵住了，马上接站到。一会儿伟三和方鼎儿扔下爆炸弹，一听到声音，我们马上冲进去，动作也坚决，尽量活捉，反抗就有机会。是。怎么样啊？过去了，拖出来。那天用刀砍人的是他吗？就是他，关枪老四。是他妈你出卖了我！我告诉你，臭娘们儿，等他们回来，我他妈拿刀剁死你！你个臭娘们儿！别怕，这小子必死无疑，以上法场，架出鸟来。喂，是我。我知道了，一个不留。回来了，辛苦啊！喝点水，马上出发。有什么事儿啊？局里同志这两天有政治任务，要咱们六组全体配合。哎，大刚，那林立那边怎么办啊？是不是得留人啊？那帮孙子可是都知道是林立指认了关枪老四，他们是一团伙，肯定没收拾干净呢。老汤啊，要不然咱把周克留下，保护一下林立，有那必要吗？主犯都已经抓住了，剩俩小毛贼，他们不敢怎么样。什么叫不敢怎么样啊？周哥，不出事儿最好，真出了事儿咱没法交代。依我看，还让林立自己多加小心。咱这是政治工作，全局的处长、副处长们都去站马路了，咱们推三推四的合适吗？怎么能说推三推四呢？咱不就留周克一个吗？局长点名让咱们全去，你非要留一个，这是工作。我刚亲口答应局长，让我讨价还价，我怎么开口？你不开口，我开口。别以为保护领导是工作，保护证人也是工作。咱们已经对不起一个证人了，有我曾国华在六组一天，绝不能再出这种事儿。我觉得大曾说的对，这也是工作嘛。有话慢慢说，好不好？工作的事儿，咱都好商量。不就留一个人吗？那个周克，你留下，小文子配合，其他人到局里集合。我给局长打个电话说明情况。这还差不多。周克，嗯，别掉以轻心啊。哎，明白了。老汤想的还挺周到哈。周克保护女证人，我保护周克。真不好意思，都快一个星期了，天天让您陪着我。这是任务，没什么不好意思的。其实啊，那天我一到现场一看，那么多的武警，真威风，一下呀，我的心全踏实了，一点也不害怕。说句实话，我也有同感。
组长批了，下午你可以见到咱家饭林中和。谢谢你啊。林中和现在表现怎么样？他这个人吧，有点毛病，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，经过检查也不是精神病。你应该请个律师，也许还有希望。这毒品够50克就够枪毙的了，请律师还有什么意义？可也许……喂，季兰，你是不是怕我被判了死刑，你良心不安呢？你别成天胡思乱想，我后悔归我后悔，你犯罪是你犯罪，两件事扯在一起没有什么好处。哎，季兰，我的同桌，你看看你，你现在是威风凛凛的女警官、女侦探，你再瞅瞅我，一个毒贩子，一个等死的囚徒，我是生是死还有什么区别？林中和，你这么说除了为了刺伤我还有什么目的？你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已经让我和我的同事接受了许多教训，我一辈子也不会忘了的。喝点酒，头有点晕，您帮帮我行吗？你放开！你知道我是谁啊？我可不客气了。就躲在我家门口，我刚进门他们就……多亏了周克，真是吓死我了。审犯人似的，好像周克真的杀了人。我都跟他们说了，我可以作证。嘿，他们连理都不理我，哼！不习惯吗？新刑法，正常程序。可我认为周克是在执行公务，属于正当防卫。他们呀，是该审的不审，不该审的瞎审。别满腹牢骚行不行？总得给人事先调查吧，啊？经过法庭判决，周克同志属于执行公务。正当防卫。分局党委研究决定，由于周克同志在遇到紧急意外情况时决心果断，措施得当，行动坚决，保护了证人的安全，维护了法律的尊严，特级三等功一次，以示表彰。你说个事儿，怎么了？这是林中和给你的，
同桌季兰，我走了，我只能这样了此一生。因为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一件事儿会没有结果，也没有一件事儿会没有原因。既然沾了毒品，也只有如此下场。我只是希望你能珍惜生命，过得比我们大家都好。就是现在，我已经把塑料袋套在头上了，几分钟以后就会身世两忘。小时候咱们在一起想过这样那样，就没想过会是这样分开。小兰，我走了，永别了，你的同桌林东河自杀了，昨晚上。他这样也好，省得毒瘾发作更难受。